不去跟没关系，你让我把声音就 OK 了，对不对？嗯 ，OK， 我教你，你看到那对手像什么？在有一个视频教你怎么做那种东西的，我来放口罩的，因为我觉得呢，因为我最近呢，发觉我做个口罩呢很慢啊，你知道啦，我做很多咧。即系觉得我做东西这么慢啊，我一定要找个方法很快的。所以你说呢种就是因为我需要用到这么多，如果你带出去咧，一个星期洗一次没关系嘅，浸晒啲水度，浸出恩公正连衣衫晾干就 OK 噶啦，不用特别洗的。咁啊，然后咧你要怎么做咧吓？咁你看我没有骗你的，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咧？因为我做了之后，我发觉慢吞吞啊，什么要改良啊？咁啊，当我发觉找到很好的方法，吹哇，我猜不到，我真的还有视频做给你们看，就是超级做口罩快。为什么？那你看，那这些我给你看了，我没有骗你的。那最后呢，你绑那种东西呢，最后你就要买那种呢。我叫人家说买裤子啊，薄薄的啊，一种好像那种啊，那些很薄的，因为素绒呢很滑，同埋很敏感，那种系布质的，好像人家绑裤子啊，你买嗰种东西，认清楚啦，你看，肯定认清楚，很薄的，很舒服的，绑起来，嗱、啊，缩起来很窄的嘛，嗱、啊，你买啦哈，咁啊，然后呢，我又怎么做啦？我。我做了，我放一边，我给你看啦，证明我真的做很多了，不是骗你的啦。咁啊，然后咧，我啲口罩咧也是慢做很多。咁啊，当我做的时候咧，我就发觉，哎呀，很慢吞吞啦，我不可以咧，我可以想个方法，很容易做得嚟，很方便。哇，咁后来就想，终于想到啦、你看，我没有骗你的，真的没有骗你，看啦，啊，你看有多少个？啊，你看，一。2 3 4 5 6 7 8 9 10 11 12，哇，就是做这个，我觉得一定要用快一点方法速度做好出来。当我做的时候就哎呦很慢吞吞啊，不方便啊，好嘞，这懒惰的人聪明 very good。那我放那边先，我准备怎么教你第一步式啊。我首先示范给你看哈，怎么做个口罩呢？这种呢就是我啊，你我嚟啊撩起来，穿裤子嘅带啊，或者要用刀也是蛮好用的啊。要怎么做呢个呢？就是拿一个衣架，我落啦，你不可以浪费时间啦哈，因为知道你们时间很宝贵的，我的时间也很宝贵的，所以我不会浪费你的时间的。为什么我每一次都这样说呢？因为我看视频呢，好多人讨厌那些人做视频的了。哎呀，你们说的废话很多。哎呀，你们，并且我觉得，很贱，很尴尬，所以觉得，哎，我不可以犯这个毛病啊，令到你们呢看起来唔系蛮容易、蛮舒服，哎呀，不用浪费很多时间咋，一张很软的，不会很厚的一张。今日要多长我随便你啦，不要剪噶，长有长，短有短吓。咁啊，你看啊，我做一个普通噶啦吓。咁啊，拿出来先，我一格格一格噶。咁啊，然后咧，嗱，一个弄出来，咁啊，一个长一个短嘅比较，我觉得厚一点嘅，真的。咁啊，真的，好像会噶。你不用这么长也可以，那还有像这个也行，咬出来先，咬出来不用太长，因为太长也是不方便的啊，曲曲边边的嘛，点点的 OK 了。还有呢，我教你怎么做呢，那么这个准备好了，首先你将它咬直，因为我们穿的洞呢比较窄的，所以你尽量将这个呢缩小一点，尽量缩小一点，不会动的，但很硬的东西缩到最小了，我这里更小都有啊，那么缩到最小了，那么怎么弄这个东西了，
那么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你那种就是一种一种写的字，这些是写的字啊，怎么弄啊？那么用剪啊，撕出来 OK 了。那么这里是这样转它，捆住。那么最后呢，你最后呢，不用了，太过厚了，直接拿这东西这么捆住来了哈，因为我不浪费时间了。咁啊，将呢度咁捆住咗之后咧，一个洞咧，咁一个洞咁啊破窗啦，然后咧就好似这样啦啊！我不用浪费时间啦，今日做得嚟很浪费时间啦，你看得清楚啦吓。咁啊，将呢，咁啊，它没有折好，咁啊呢个尖的，咁我穿东西、裤子啊，什么都可以的，没问题啦啊。咁我最后呢个架子给你们看啦，然后咧我怎么做出一点点东西出来啦吓？就是很简单，我做一点东西呢，等一下我介绍了之后，我就怎么做个快，很快的，很快的，口罩走出来，快到你真的不敢相信。所以你说我做好，我先至跟你们解释清楚之后，我要怎么快呢？你看着我怎么做，做完我先至解释给你听，比较容易啊。咁啊，然后呢，你准备一条布。准备一条布啦，很快，准备一条布，咁啊，然后咧，本来咧，我呢、这个等我先杀先，我准备一条布，一条 T 恤，我弄好噶啦，没关系，我弄好个时装，弄好啦，一条先，我要做双层，双层比较有一种保护性，因为单层咧，可能我很贪心的嘛，怕它不够预防病毒嘛。那么然后呢，生产的，然后你怎么做得会快呢？我很粗心，很粗心做东西比较快的。我很粗心呢，我做东西我要即证明给你看，呢度用用会线随便你，我觉得不需要啦。OK OK， 阿家阿家 OK 啦。咁然后呢，我大概弄死。弄得很慢吞吞，我觉得我就快给你们看，证明我那个方法很有效的。我不出声先哈，别浪费了我的时间。你以为弄个口罩很久？我证明给你看，一点都不久啊。我又不小心犯那个毛病，就是呀，做了做就是解释。
OK 那你看我工作解释一下你看我不用算时间没有用的你跟着看我怎么做出一个头发出来要浪费多少时间因为我最近呢看到网站呢甚至到啲穷的地方啊真的很可怜那老人家他整个种口罩好像不知道哪个国家我不可以说他洗干净的人家用个纸的人家丢出来的蓝色的种纸的口罩我觉得很可怜那么如果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会用那种口罩可以用一年你洗一下为什么我用这么粗很粗的那种橡皮呢因为主要它呢没有容易洗的时候还是送你就要温就麻烦嘛所以我也是没有所谓嘛就出去被水看你啊想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拿铁比较很扁的扁的比较好没有怎么滑有软的比较滑那么然后呢比较有力感的你看我浪费多少时间做到我口罩出来为什么我要这样呢或者譬如那种呢为什么我不用告诉你怎么做我上次有个视频我做了一二三也第四个了第四个视频呢教你怎么做因为那种呢就是我种改良的就是为什么我要改良呢因为当我做很多口罩的时候我觉得哎呦浪费个时间我哎呦有没有办法超级的时间来帮自己了给我找到我很开心我就觉得正值得跟你们说一下我都经过一段时间才想出的方法来令到自己快点做一个口罩出来那么后来说哎呦哎呦又想到哇用那种纸呢那么又想一下哎用那种双面胶纸了就是这么简单要纸你洗两洗它就会脱下来了那所以当你放的时候呢将这个我上次有个口罩教你了怎么做呢将这个口罩一个病的比较病的停在鼻子上没办法鼻子我们呼吸的怕它流血所以病的那个沙巴比较软的颈带比较舒服因为我试过摄像里面呢是不舒服的因为它一块布呢是这样挡住你是很难呼吸的所以一定我尝试过带出来所以我也是比自己多一个选择就是用这种方法这样弄好咗之后呢你看我弄个口罩多少时间哇我比起来以前我就快很多倍了我怎么带给你们看一下呢我带你先给你们前面给你看一下我要怎么带呢这样比较好相衬的比较好这样带那么带上去先因为我跟我们的人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配合他就是我平时打出去人家看你怎么看你自己了对不对如果比起来整人家的口罩来用你有些穷人穷到真的要省到这样哎呀我都不如拿点 T 恤剪出来那么design一下好过用人家用过的口罩嘛可能有种疾病传染就惨了所以我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觉得美不美观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去冷地方比如说你沙锁冷的地方可以保护你的耳朵保护你的脸看你做个长度你可以做短一点做长一点因为你橡皮不用做这么长那么可以省一点橡皮洗得多很深松脱所以你做长点也可以短也可以只不过说你看我给你看到这里先然后呢我刚才的很快的速度已经很快的了所以我就不去信跟你啊现在好好跟你分析的为什么我也这样做呢我为什么这样做主要呢你懒惰的一条也可以如果你说一条比较浪费了没所谓只不过你看你剪一剪也可以将这个纸的这个纸的一点点一点点连进去那么连进去那么你布的颜色很多种不一样的嘛可以你就找这个出来认得你的纸后因为你布的颜色就你怎么挖为什么我刚才很多时呢为什么我剪不到呢最重新剪第二次因为我当我剪的时候还有我剪成这种就是那个
那个很紧张。为什么我紧张？就是我怕我，因为我们要做，要上到，要做东西要快啊嘛，所以你一定要配合他，你要什么方法，要找一个方法。就是我找到，那个是双面胶纸。当我们做的时候呢，嗱，拔出来，拔出来的时候呢，为什么会要做那个程序给你们看呢？你冇说啊，都很重要。为什么他两块布呢？当他分离的时候，你捉不到同一个，一个地方嚟，剪就是连住了。咁啊，如果你觉得不对称啊，没关系，你不对称，你拍它嘅，对啦，嗱，你不对称，咁啊，剪一点点出去，没关系。有啲时候你做东西，你又十全十美噶嘛啦。咁而家对称了，咁啊，将呢，为什么我刚才呢？嗱，你看，咁啊，你当你剪的时候，不拍它咁样。分离了啦，咁你不对称，你弄个口罩就不对称，就得很不好啦，很弄歪嘅个口罩啦，咁样很完美啦。嗱，两条黐咗一次，因为用水洗刷就甩掉，撕掉。但是你可以用好弄好的时候撕掉里面也可以，没所谓的嘛，看你怎么看嘛。咁啊，为什么我要剪两次啦？就是因为我咧。刚才呢我做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当你剪一个洞的时候，你不可以剪这么大的，一剪这么大，哇，那个壳一下子就分离，离得很大，很容易烂掉，所以你要很小心啊，剪很小的，剪很小的，如果不够大呢，就剪多一次咯，啊，就是因为我们做什么都要小心一点点嘛。我做嚟解释给你听先吓。咁啊，当我们呢做好多之后咧，觉得啊不够大啦，咁你啊，譬如你穿不到啦啊，譬如说你啊，你穿不到啦啊，穿不到啦，哎呀啊，剪不到啊啊，剪不到咪再剪多次咯。因为呢个速度咧系最快噶啦，所以你说为什么证明我的方法系 number one 啊？为什么只 number one 呢吓？我唔怕对你说。因为我们当我做过口罩的时候，我想到时间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以前啊，我以前做这个等于现在做五个了。因为以前呢，要穿着块布啊，分离啊，要点住哪里啊，那些点住哪里啊。咁后来突然间我做了很多个的时候了，我就想一下有没有更快的速度令自己快呢？啊，真的真能开心，我一下子。两个钟的我可以做到这么多出来，所以证明我的方法就蛮好的。不是每一样东西当然有它的优点缺点啦，因为你真的你是新加坡人哪里会做，只不过真的做穷的地方，真的如果看到我的视频，真的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啊。你看后果捡人家的东西来用嘛，跟你挤的东西洗的时就歪掉，人家丢出来有病毒。所以如果我真能够这个口罩能够推广重的地方，真的蛮管用啊。即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钱的人，为什么我的口罩100%好用啊？第一，它不用缝针的，不用缝针的，还有不用针切来戳它的，还有它可以完全用手工的，还有我现在感染那个速度很快的。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解释给你们呢？本来我要不要写出来 OK 了，我觉得不可以写，如果你写了他们不清楚啊。我都想了好几个月，差不多做第一个口罩到现在都有三个月了，应该有30个月了。那你说我怎么久的时间先想出今天的方法，很特别快的方法出来给你们用呢？就是因为我想到一定要跟你们说一下，就比较你等你们捉到一种方法帮助你们做口罩特别快。真的，如果真的因为我们的视频订阅者不够嘛，希望将来比较多点人帮我订阅就好了，这么容易出到去呢，很多人知道我的发明对他们很有帮助，医病啦，家庭的东西真的好像百科全书这样。因为我的觉得我的视频真的有百科全书各种理论放在里面的，所以你说如果对一个贫穷的地方，真的你浪费多少钱拿点 T 恤，旧的也可以，你不用破洞了哈，
根本拿条真皮、啊、你看可以用这些冷链何况我们用纸的，但是对有钱的人来说根本就不稀罕，对，我知道我明白，但是对我们没有钱的人来说，很穷的国家来说，真的这个口罩你说今天的病毒可能将来有更多更多的情形，好像上次做出一个很厉害的非电信飞兵那个呢，也是用到口罩嘛，只不过说我觉得现在将来不管现在将来可能会发生同一样东西，突然间某一个病走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的口罩，所以变成了我们一定要学会，不要说你的冷冰方这种东西很浪费我们的时间，因为买个口罩很便宜，所以你说不是便不便宜，好像我有个朋友说我带到个口罩出去，我告诉他我自己做到个口罩，他你知道吗，好笑啊，他说你没有钱买口罩啊，哎呀，我就说不可以去信了，去信你没有用的嘛，跟你有钱人你说他们听得进去的嘛，如果你对你们说有贫穷的国家印度啊某个地方啊，你说我的口罩多么好用，对他们来说多么帮助这么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口罩是完全不用手来缝的，完全不用针线来测的，又可以有一种保护性，你的耳朵冷的地方又可以耐用一年，你用两年都可以的，没有破洞就可以了。所以你说因为为什么我有那种这么发明呢，最近更加发明，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因为我一早年去了哪里洗沙子沙又不知道放在哪里，然后呢我就觉得我有一天呢我做了很多口罩，我说做个口罩很慢吞吞的哈，因为我们的神天我发明我嘛，那么想着有没有办法令到我更快更快，我下次不仅有一百个没所谓了，沙子也做了一百个出来了，我又想到那东西一定就是给我想到了，所以你说就是这么简单哈，你看你们自己怎么用啊，只要如果你们呢能够将我那个视频呢跟好多朋友说啊，甚至都能够放在各种联合很多国家的人看的地方呢，就更好帮我分享出去，因为我觉得那个方法这个 good idea 最暂时最玩一玩了，没有我那种发明的他们好多东西都用缝啦，用手工啦，我对你说用手工一针一针来缝，缝到自己时间对我们现代的人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变成你不可以针切也是用电啦用时间啦，还有这也是浪费时间嘛，又浪费个针切，难道你为了我口罩买个针切切两个口罩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方面为什么我也是一种很懒惰的呢，我真的有针切的我都懒得去做啊，为什么我觉得很麻烦呢，又要我切虽然我想到后来有一天呢，当我无意中我前面时间我不用浪费时间说那么多了，那无意中跟我发觉我做一个口罩是完全不用针切来切的，是环保的可以洗的，就是发明这个口罩出来，所以变成了我觉得如果能够推广到那穷的地方，真的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蛮 good idea， 一种很好的方法来的，因为口罩现在来说真的我觉得远远就不可以 trust sell 了，对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谁自从你看不是今天的病毒，还有那个非典型飞病也是一种病毒，自从呢你看短短时间你出现两个病毒了，所以你说口罩真的对我们将来真的一定要用得到，好像你穿时装一样穿衣服一样离不开了，所以你说如果你能够将我的口罩分想出去呢，真的蛮酷 idea， 因为最晚的没有看到我那个发明走出来。OK， 如果有更好的发明，就跟你们说，拜拜。